调养水，未来疾病的解药，不是全靠药物，而是靠水为矿，营养素。药物有极限，营养是关键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，身体 98% 的细胞都会重新更新一遍。只要水营养充足，受损的器官通过细胞不断的新陈代谢而自我修复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受损的组织和器官就会被良性转换。关心您的健康，请上云山水富清高氧水脸书网站，持续追踪您健康的消息。